请大家把你手上所有可以发亮的东西拿起来，打开，高举。Yeah.
请大家给他们掌声，谢谢他们来了。
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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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记得一个人，一个社会的良心，长庚医院林杰良医师，他现在正在按死神搏斗中，我们大家给他加油吧。看到这么多人真的是不得了，像我们今天这样子，请大家记得跟我们的约定，让我们公民运动遍地开花，公民1985在这边，大家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们，注意你手手边的随身物品，要忘了，请你随手，请你随手拿走你的。等一下，我会办灭火器乐团的晚安台湾，请大家在灭火器的歌声之下，我们一起为台湾这块土地祈福。我们回去的心里抱着祝福我们这块土地的心，我们一起努力，继续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，好不好？一个安静的夜晚，我在哪里都心足分外，就你的怀恨，就你的眼泪难控制。
上的垃圾请带到监狱再利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谢谢，谢谢。